凭着帅气的泰明呢，站在舞台的中间，让我们的媒体们拍照好吗？暌违一年半的时间，泰明今年发行了第二张个人作品。在海外拥有高人气的他，前一阵子更独厚台本，特地来到台湾举办 showcase。여러분안녕하세요팀입니다이렇게제가대만에서이제처음으로쇼케이스하게되는데요일단이제저솔로로서도이제처음으로하는이제팬미팅인것만큼이기대가많이되고요또뜻깊은자리라고생각합니다在 showcase 开始之前，泰明不忘做好专辑的宣传工作，抢先与媒体分享新作 Press It， 更自嘲有着雨男体质，到哪里都是下雨天，就连短暂的台湾行都受到了雨的迎接。네일단이제 Press It 라는이제저의첫번째정규앨범이며뭐랄까요이제수록곡들을이제준비하면서되게저희의견도많이반영이되었고주변스태프들께서많이또노력을해주신앨범인것만큼되게결과도잘나왔다고생각이들어요이제그래서이제대만여러분들께서이제대만팬분들께서이제사랑도많이해주고그래서이렇게또쇼케이스자료받게된것같고요네네이번앨범을준비하면서느끼는건데요제가가는곳마다이제에피소드인데비가많이오는것같아요항상그제 LA 에서제가이제촬영을했는데뮤직비디오촬영을했을때원래 LA 가비가거의안오는곳인데도불구하고이제비가많이내렸고요그리고또이제콘서트를이제한다고이제일본에서이제활동을하고있었는데일본에서도이제항상가는날비가많이왔던것같고그리고또오늘도대만에서비가왔고요이런에피소드들이좀많은것같아요这次泰明出击，光是从一开始释出的概念照就充满了话题性，尤其是双胞胎泰明捧红的照片，更是让 Shining World 陷入疯狂，五味十足的 pose， 完全抓准了粉丝们的重口味。这个数字对泰明真的很有意义。네일단이제사람은누구나이제그자기자신안에내면에이제다른모습이있다고생각이드는데요저또한마찬가지로이제무대에설때제모습이있고그리고이제평상시에제모습이있고막이렇게성격들이있다면이제그내면에있는내모습과이제지금뭐평소에제모습이이렇게만나는그런이제의미를좀담은모습이에요그래서한쪽은이제머리를올리고좀센이미지가있고요한쪽은좀부드러운이미지가있는데요이제이앨범을통해서이제나의그모든모습들을이제보실수있다라는이제의미를내포한사진입니다成绩不错的泰明，同时身为 Shining 的成员，尽管蜡烛两头烧，但是还是努力的兼顾工作，让大家看到他不同的面貌。好的，네앞으로이제정말대만에서일단이제쇼케이스일정을마치고이제뭐이런저런이제인터뷰나이런이제일정을마치고해외이런대만말고도되게많은곳을이제돌아다니면서이제 Shining 로서도활동을할예정이고요그리고이제뭐저스스로태민솔로로서도여러분들께더좋은모습으로다가기위해준비도많이하고네열심히활동을할예정입니다请大家多多支持我的活动，我会努力的，谢谢。为了台湾场的 showcase， 泰明花了许多心力准备。首先就先以专辑里的收录曲《Dream Drop》展现他精湛的武艺。
要秀一下中文实力啦。这一次泰明还学了不少，甜言蜜语自然是一句接着一句说，瞬间融化粉丝们的心。见到你们啊，你们哦，欢迎来到 showcase， 我很想你们。尖叫声！没想到逐渐走向成熟路线的泰明，撩妹招数还不止如此。第一次一个人来台湾宣传，泰明才刚踏入桃园机场，就吸引了大批的粉丝和媒体截击跟拍。看到了这么多人的热情支持，泰明霸气地说：“能够独享这么多的爱，真的好幸福。”啊，일단이제제가이번에정규앨범으로이제처음나오게되었어요패시시라는이제어앨범들다아시겠지만이제그앨범이나왔는데요이제되게사실이제활동이이제끝나고서되게오랜만에이렇게이제솔로로서무대에서게되었는데일단굉장히또그때이제활동했던그때도생각이나고또감회가새롭고그무엇보다도이렇게대만팬여러분들께서많이사랑해주셔가지고진짜너무행복하고감사해요아무래도좀느낌이좀다르긴한데요그러니까이제조금씩익숙해지는것같기도하고사실이렇게뭔가여러분들의사랑을동시에이렇게받고이렇게저혼자서이렇게여러분들과이렇게교감할수있어서더좋은것도있는것같아요主打歌 Press Your Number， 泰明也坦言私底下最常打给 EXO 的泰，两个人的好交情肯定让粉丝们都相当羡慕。至于特地协助星座的钟铉，则是熟到连打电话都没必要。뭐이것도되게여러분들께서다알고계실것같은데其实这个应该大家也都知道啦。일단 EXO 의 Press 가있고요하시아세운티모라는친구가있어요하시아里面的티모还有那个商务주현씨랑은정말연락을할필요가없죠钟铉는不需要打电话啊그냥만나서얘기하는게더빠른것같아요그멜로디랑작사가그가사가너무나도잘어울렸다고생각이들었고요그무엇보다도그제목이벌써인데그벌써라는이제그후렴에서나오는반복되는그가사가되게인상깊었다고처음에느꼈어요粉丝们之间相传泰明具有着神秘的幸运能量，在为大家祈福时，已经是第16次来台的泰明也做足功课，记得最近流行的讲三次原则，大方卖萌装可爱啦。근데요새대만에서세번얘기하는게유행이라고했잖아요在台湾现在讲三次是很流行的好厉害哦네그래가지고이제이걸골랐는데제가못봤어요귀여운표정이있었네요네뭐그래도여러분들께행운을네가져다드리기위해서한번제가해볼게요但是为了要带给大家幸运所以呢还是要做一下好准备好接收幸运之神来的礼物정말마지막으로한번더보여드릴게요오케이的台湾行，泰明不但以 showcase 和大家见面，也安排了不少通告行程，为宣传活动画下完美句点。也期待今年 Shiny 能以完全体回归，五个人可以手牵手一起来台湾玩哦。